准备好，向着坚守的目标，心中斗志在燃烧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向伙伴准备好，释放暴龙的绝招，闪耀着斗士的骄傲，一起来哇哦哇哦，战龙心态转换，龙人的力量永不跌倒，一起来哇哦哇哦，战车狂热号角，属于我们的胜利号角，小恐龙转换转换，战斗的形状不断超越自己，心一起创造奇迹，在冒险之旅我是最强斗士。新奇穿越到远古的恐龙时代了，一群叫魔甲族的外星侵略者企图夺取守护这里的龙魂水晶，一旦水晶被拿走，世界会发生大灾难，恐龙都会灭绝，就连新奇身边的霸王龙都会消失。为了守护恐龙世界，新奇和伙伴们联合恐龙的力量，一起对抗强大的魔甲族，最终他们到底能否成功呢？32集驯龙斗士。事情现在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了。我搬家。我这就送你们去见他们。还没结束，起来吧。我没事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们快看，龙神，是你救了我们。不是我，是恐龙们。这些恐龙被你们的牺牲和付出所感动，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令我重生，我也因此得以为你们恢复生命。谢谢你们。接下来我们一起结束这场未完成的战斗吧。是。什么？角龙？这怎么可能？上古龙神，你竟然复活了，你又想来坏我的好事。索罗斯，作为这个世界的守护神，我是不会允许你继续伤害这里的生灵的。没错，我们一定会阻止你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再打败你们一次。